大家好，我是胡彪胖子啊。今天去古玩城转了一圈啊，这一堆是人家让我帮他评级的，是一个直播间的老板，来看看都是些啥呀。啊，这一堆都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一个咸丰啊，这是一个咸丰啊，这个咸丰我感觉都有可能是个铁母吗？是个母钱啊，有可能是个铁的，这个是个可能是个母钱呢。啊，这个状态太好了啊，这个边道的话也是个圆边啊，基本上有点母钱的铁母的风格啊，母钱的风格，窗口也很不错。嗯，这是第一个啊，第二个也是个咸丰。这是一个咸丰，也是个咸丰当时啊，也是大样啊，咸丰当时的大样。这个字口也非常好，边道也不错啊，这钱都是没有什么大缺陷的东西，很不错的啊状态啊。再看看这个，是一个这个花钱的话，十二生肖一般般啊，但它这个板模还是有点意思，但是这个钱不一定对啊。嗯，那我们看看这边，这个是一个，也是个咸丰保全当时啊，这个钱的状态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嗯，这个钱油性重了一点，我应该还是没啥问题啊。板别都不一样啊，其实这个咸丰这个当时啊，保全当时大样的板别还是挺多的啊，这也是啊，保全当时。嗯，窗口有一点铸裂纹，这个地方别的没什么大毛病啊。嗯，看到啊，咸丰当时啊，咸丰当时啊，这一手当时，这一手当时估计也得两万块钱，就是八个当时也得两万块钱，两千多一个，平安都蛮不错的，我估计会出好几个八五啊。宝源扩源大样，这个币不一定对，这个币有可能是假的啊，不能保证它对。再看看啊，这些都是去哪盒子的，收起来，去哪盒子了吗？三个哈，还有三个啊。这也是个保全当时啊，状态还不错啊，字口也非常好，边道也不错，这个也是开门，小开门。还挺不错的，这个当时也不错啊，可以欣赏一下。也都是85分往上的品相，这人玩的挺好的，品相都不错。嗯，像这个边道的话也很有特色，弄宝是会有铁，会有母钱在里面的啊。看这个当时状态啊，这都是当时的状态，是挺有意思的。嗯，这一手咸丰两万多买不下来啊，两万多块应该能买不下来的。这几个品相都特别好，这一个也品相特别好啊，这个这几个都是算是比较开门的啊。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糊，字口稍微有一点点，问题也不大。行吧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